还有什么吗？你还能记起什么吗？别着急啊，玉芬，你回来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受伤吧？这回不是吗？是真的。我们调监控了啊，监控要么是坏的，要么角度不对，什么也没拍到。还有就是，逸飞说他受到了袭击，但是他身上没有伤。